欢迎来到熊数学，数学有用。这道题要扣除234的倍数，把剩下的数呢都留下来。问这篇前四十二项，问前四十二项加起来的和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先列几项来感觉一下。第一项当然是一，接着呢，二三四不行，然后五、七、11。好，接着呢，哎，那下一组是多少？对，好，那因为二三四的倍数。因为二三四的最小公倍数是12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就是什么？哎，每12个一个循环，我们就知道呢，下一组会是13，然后呢，这是17、19，这是23。好，那接着呢，这边再加一个12，就变成25、29，好，这样一直下去。今天呢，想要42个，好，那这样子4个4个一组，好，所以列完之后呢，我们还有2个，对，这个的话就是哎。一加上12个10，121，好，那接着五再加上120，125，所以我们要算这里的总和。好，那在算这里的总和呢？哎，我们可以整组整组来看，像这个15、71，哎，12这边12，这里是24。好，那第二组呢，其实等于是什么？前面这个数再加上呢4个12，好。那接着呢，这里又再加4个12，所以呢是2×4×12。好，那第十组呢就是24再加上9×4×12。好，所以上面这十组的和就等于240再加上48乘上1+2，一直加到这边是9。好，这里计算的结果呢会是2400。再加上这两个246，就得到答案2646。